癌哦，在最早期根本就摸不到，一般的超音波也是没有办法看到的。所以目前呢，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方式，就是我们要定期去做乳房摄影检查。我知道这个不舒服，可是为了我们的健康，目前国际公认只有乳房摄影检查可以最早期看到所谓的钙化，就是显微钙化。那好消息，台湾呢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率先全面的，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女性，每2年可以做一次免费的乳房摄影检查。如果有家族史，比如说妈妈是乳癌，我们可以提早40岁开始就来做免费的乳房摄影检查。欢迎大家到癌症筛检中心来安排。